好，各位好，我极度不专业，欢迎收看极度不专业 DIY 教学。那我们现在来干嘛？基于这个螺丝好像有问题，我们把这个螺丝换掉吧。这边你看，这边两颗螺丝是白铁的，这个是钛的，看起来就很奇怪。好，我们来换一下吧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螺丝拆下来。拆下来之后呢，我们要，我记得我那天有两个长度，好，应该40的可以吧。然后中了底盘，40的刚好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个就是上一点那个防卡剂啊。一样，我们上这个钛螺丝的防卡剂。他说：“你帮我拍吗？”现在这样刚好，先这样，要换移再说。好，再换下面的。你就用电动。因为这种东西还是手动的好，好吧？没有啦，因为没有那个头啊。没有吗？有啊，但是小小机的，可是它一下下而已啊。好，一样，我们上这个钛螺丝的防卡剂哈。那我们这边前叉这边也都换成钛螺丝的了。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碟盘的部分哈，来，碟盘的部分也要换。那我们在换的时候就是一样一颗一颗换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拆下来看一下，好，我的工具的，这个等一下换碟盘的那边不太好用，是哦。好，就可以了。碟盘的，可以的。我轮胎啊，我不行。然后这边会撞到。好。不是啊，轮胎转向。来，这个是，这应该是25的，没错。碟盘螺丝是 M6 乘25的啊。OK， 那我们一样再上这个钛的防卡剂哈。好，一颗一颗来。哦，你这样你的位置就不会跑掉了。这要换吗？好，没有，那个没有，那个没有。你要把它打歪嘞。你不要滑掉啊，那个滑掉真的很麻烦哦。因为这种内六角我都用手动的。
我想再帮我抬一下。这边。将碟盘的部分我们就换完了，那接着来换上面主厨的。主厨的这就是短的，没错。那但是这个可能好，那我们来换这个土厨的哈。那一样，那个房卡机要上。上完之后插回去，但也是你像，然后我有垫一个白铁垫片，但你像看这是都会的，会不会对你来说很简单？哎，浩学长太吵了、啊。这不是我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没有那么厉害，而且我穿自带一只裤。哦，没关系，来，女生也能换螺丝。来，我穿自带一只裤。来，拆一下，没关系啊，又不会拍到你。对啊，拆掉。嗯，来，你来这边，你到那边拆好了。那你的车修好了？啊，还没？还没？对啊。听说这礼拜吗？刚刚我们那个夜山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啊？面对螺丝的逆时针有没有？这边。对。这边要扶着，对，好，好，那这样就可以换这边，来转出来，再来，不要怕，掉了就掉了，掉了他们就笑你啊，这个螺丝也会掉，然后像这个，好，我们就是要用 M6 的垫片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先帮你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钛的防卡剂，好漂亮，我们都是抹在那个下面啊。这很漂亮啊，这就上次弄到你眼睛那个。好，那、啊、我们这个就是先来，你用先，没有，来你这样放，用手转一下，先把它转进去，转顺。如果你觉得卡卡的就不行，顺了吗？应该有吧。好，顺了，好就可以用后面这个。这个。对，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去转它。顺时针嘛。对，顺时针去转，逆时针拆嘛，顺时针锁。好了吗？好，很紧哦。那就接着用这样子，力量会更大。来，然后你在拆这边要压着，因为这种是内六角螺丝。我会不会把它转爆？你觉得紧紧的就好了。好，那我检查一下。哦，刚刚那个力道就可以了。厉害哦！哇，这都会修车了。好，那接着换后面这个土厨的哈。来，换这个土厨这个，这个是比较长的。这是你买的那个，一颗要七八十块的。几十块？没有到七八十，不要乱讲话。哎、欸，你那一根螺丝可以吃一个便当。几十块而已啦，待遇不要乱讲，我怕我爸看到。那几十是几十？是珍珠奶茶的几十，还是便当的几十？不要问了。好，那这里我们用，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用到那个。长度是25mm的，应该是可以。原厂它这边弄的比较长，好，插进去。这个架子要回去，不然以后要装回去原厂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就换这里啦。
这边对敲好了。我记得这里是用14的吧，那个长度是14米的 M6 14米。哦，那、啊、你们有想换的可以自己去换啊，或者说你们想换成白铁，哦，那其实它本来就白铁的，原厂用料就不错了。好，那接着换后面这里，这里它应该是25还30的啦，用25就可以了。好，插回去，转起来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换好了。那接着我们换，哎、欸，上面这边，我们开始换那个下三角台。那下三角台这个武田呢，它是 M8×25的，好，我们一样上这个泰罗斯的防卡剂，那一样我们一颗一颗换，哦，一颗一颗换比较没有问题。那记得你上去之后就要锁紧。上面这里，哦，上面这里的，我靠，怎么锁那么紧啊？我昨天怎么锁那么紧？另外一边的三角台比照办理，这边我再巡过一次。OK。好，再来是灯这边。哦，灯这边我们拆下来看。
那接着我们换这个冠座这边的。哦，刚刚我们摄影师问到我说，这个不是已经是白铁的了吗？我跟他说，因为白铁比较软，然后又比较重，所以说我们换成钛的。等一下我们前总成换完，前总成的螺丝换完，来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偷轻了多少。这边武田的三角台也是 N6×25 的，那一样上这个钛的防卡机。我觉得偷得轻，不会比你减一公斤快。但是我要减一公斤，我觉得好痛苦。然后钛的还有一个好处啊，钛的好处就是。它螺丝很亮，不太会氧化。钛螺丝还有一个好处，因为它螺丝很硬，你转起来比较不会有那种变形的感觉。好，那接着就是换这边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扩容的离合器这边呢，离合器的座是八号螺丝，那一样我们一颗一颗换。对啊。嗯，N6。那是 M6×20 的，好，那一样我们有上泰罗斯的防卡机，掉了。下面这边不用，不能锁太紧，锁太紧会断掉。哦，这比较长，看起来比较长。这一个后照镜的座是 M6×30 的，好，我这边就在上那个泰罗斯的防卡机。好，来，看，
用手紧，你不是要换下面？对啊，下面又松了。另外一边，这里，这里是十号的，这边是26×20。然后上面那颗我先不换，因为算了，换一下好了。对，这个不行，太短。粗细不一样，它怎么讲？就是它这个座啊，跟这个把不合。然后接着就是剩下比较简单的前面这两颗十号的，十号的用体感，用体感就好，去拿体感。好，我们拆一下前面这个灯耳的这个螺丝。好，十号，那是多少？这个可以用，来25的，那就这样。嗯，你要透清，直接换断框。黄虾重量直接偷钱是不是？对。我再改个 Olin， 太凶了吧？改完直接比库龙车价还贵。对啊。看到这个螺丝前面都换成钛的哦，心里面很舒服呢。好，
基本上我们前总成就算完成了。那这边两颗也很重要，因为这两颗我们看得到。那、啊、所以看不到的都不用。嗯，看得到的都要。那、啊、看不到的就算了。看不到的不一定。那这个螺丝哈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很重要，把它拆下来。重要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也看得到。哦，不能被人家说我们换这种胎螺丝换半套的，这一定会被后面晚一点，后面那个哦换半套就是会被笑啊，这个人没有钱啊什么的。那不是后面就是没换就是半套？那个后面到时候再说，真的没什么钱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个是成。20的，对，这里，给它乘20。基本上，我们这库龙哈，前面能换胎螺丝的地方啊，都换完了。然后，影片的最后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换这个胎螺丝可以节省多少重量？胎螺丝重量大概是，这种白铁螺丝的50%左右，所以说就可以省了一半。所以说，我们等一下把换下来的。下来的白铁螺丝啊，收集起来去称个重，或者是原厂上的螺丝啊，收集起来称个重，除以2就知道我们省了多少了。你怎么没有装之前先量胎的？因为我不知道要用到哪几颗、啊。量胎不准了吧？可以啊，我觉得。没有你要量一颗胎的、啊，然后看是不是真的差一半。好啊，我等一下拿过来。是吧？对。你会不会把原本盒子里面的也混进去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都是外面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开机啊，这个电子秤。会超过它。开机完之后归零。我们换下来螺丝哈，有430，好不好？430颗。哪一颗钛？你有一样规格的？我有2颗钛。没有，你要找那个规格一样的，然后两颗比，没有一颗就好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钛比较长嘛，哦，一样是 M6 的，拿这个来比就好了。哦，就比这两个。已经放水了。好，那我们归零，归零了吧，000。加一下。好，好，这是白铁的，7.2克。好，这是钛的哦，比较长的哦，4.8。4.8。7.2，不差吧？68吧，可以吧？算60，因为它比较长、嗯，所以不到一半嘛。所以说我刚刚在省了200克的螺丝哦。200克，你喝个饮料又超过了。对，喝个饮料就超过了，要多流点汗才有用，才补得回来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为各位介绍这个换、哦、这个钛螺丝的好处有什么啊？第一个重量轻，强度高；第二个就是强度高。对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在拆装的时候会用电动工具，其实就很放心，就可以很放心的拆。对，然后我用手动是因为其实手动也习惯了，对，对啊，电动工具其实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下面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加分享，记得什么？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